那有关救援的最新情况，马上连线正在现场的央视记者李红淼。红淼你好，目前救援进展怎么样？有什么最新的消息带给我们？红淼，李红淼。主播你好，就在我刚刚直播之前啊，是接到了一个新的一个紧急通知，是重庆市万州区公安发布的紧急通知，然后时间是10:08，然后事情的经过呢，就是在我身后的这个万州二桥，一辆22路公交车和小车发生碰撞，然后是坠入了江面。而调查的一个初步调查的原因呢，是因为公交车的一个行驶是越过了桥面的一个双黄线，与对面驶来的小车发生一个碰撞。而据公安部门的介绍呢，就是说他们通过调取公安那个公交的一个监控和沿路的一些监控，初步判断整个车上的人数大概是10几个人。而就在我上一档5点前直播之前，我是从这个桥面上过来的呀。整个桥面是一个双向四车道的一个宽约20米的一个桥面。公安部门正在对那个桥上的小车进行一些技术方面的一些鉴定。而大家顺着我手指的方向看一下江面的那个船舶，那是一个作业平台，也就是现在的一个救援平台。像重庆武警、重庆消防，包括蓝天救援队等很多的救援队，都是以这个平台为中心开展一个救援的工作。截止到目前，发现了2具遇难人员。大家在和我上档直播不一样的，大家在顺着我手指的方向，在船的对头还有一个吊车，这是在半个小时之前刚刚抵达的。这个是吊重是60吨的，由四川路桥然后提供的一个吊船，它也是刚刚抵达的现场，也是准备展开救援。刚才我和船上的同事有一个电话沟通啊，船上同事告诉我说，现在那个水下的无人机器人已经进入到水底，然后进行对这个车体啊，包括水下的情况进行一些初步的判断。大家再看一眼，像。在那个对岸的那个江面上，还是有一些船舶在进行一个通航。我从海事部门了解到，目前对于该航段的一个通航情况，是从重庆往万州方向的船下行船还是可以通航的，只是在某一些路段，从万州到重庆的一个上行的航段进行了禁航。同时，当地的公安部门是将整个大桥进行了一个临时的交通管制，只允许救援的车辆进行一些上桥，而不允许其他社会车辆进行上桥。主播，我在现场了解的情况就这样。好，非常感谢红淼带来的最新的消息。初步的调查结果是公交车越线，公交车上有10多人。那无论怎样，这起事故也是提醒行驶在路上的司机驾驶员一定要注意安全。那相关的救援进展我们会密切的跟进。再次感谢红淼。